那时可以开始有。就是他不知道的，你每一个人都说我就松下去，松下去，我永远在松。等于松不下去的钱，你已经要知道。我问你，判断一件事情是事后知还是事先知？哦，这个是要事先知，懂没有？好，回家你就慢慢会去抓了。哎，怎么样叫松？哦。哎，你哎松个脚，你看松松松松松松，好像是一直在踩踩踩踩，一直踩到底。哎，等到要你没有办法的极限了，你看，他脚就开始抖。你要打他的时候，等他松到极，阴自己阳身，那是打；阳自己阴身，借，知道不知道？借他的力。阴阳理论，这样听懂没有？有点懂。啊，那两两对，那你两个脚怎么办呢？也是如此，无法好。听我讲哦，我们在两个脚站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在中间的，我们的意念就偏于左或偏于右。这个是最高的阴阳的分法，虚实，你不能偏在，你一偏在哪里就是智。叫双重，听到了吗？你看看，你们打拳这样的，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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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，哎哎，等到松到没有了，这个脚才抬起来，常常呢，这个脚抬起来，不是的，不是，哎，他是松松松松松松松，他是松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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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松到什么时候？挂上，然后又。可以吗？这个是虚实交换，我们教的是虚实交换。安南，你去看书，看不懂。左脚死，右脚，右脚死了，左脚，弄了半天你还是不懂。我这样讲你不懂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当我左脚死，我一直在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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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松，我脚就绕开来了。这个的角度是刚刚好吻合你的稳度。然后呢，松到等到这个地方不能松了，他要走了呢。你看，我把这个力量又引到这个脚来松，所以太极拳是永远松松松松松。郑曼青讲了很多松松松，但是他不点窍，我是光点窍，我不需要你们用那么大的力，是不是？我松到极点是不是要弹起来了？等他一弹起来，我就又送到前脚，懂了吗？哎，前脚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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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松到哎快要起来了，哎，我又到后脚去，所以我永远在松呢，懂不懂？这么接着讲啊，松松松，永远松松松松，一直松要走。你还是没有讲出所以然，好多不懂。可是我们就是还是会用那种蛮力在压自己的脚，然后这边大腿。哦，你还是蛮力，它是道法自然嘛，轻松愉快嘛，全身柔嘛，心静嘛，体柔嘛，它哪里有用力？你只要身体一点紧张，通通不属于松嘛。哦，你今天的问题是不是？你看我跟他们讲，还可以讲出更深的大道理来，回去这样做就对了。啊，我讲话都是很肯定的，我不会模棱两可，因为我也不常试。你回去试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两个来推试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就跟他这个地方来啦，动一下他就知道。等到这边来啦，动一下他也知道。啊，我现在你看怎么晃呀，都不晓得，你哪里晓得我是？只要他一用力，我就出去。不用去回过去，我连回的思想都不需要，因为我发自然功能啊，新名词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以前我也这个上面也碰到盆景嘛，不用力，人家打你，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一定想嘛，我多少用点力嘛，刚刚上他当，就是不用，不能用。没有用力的意念，也没有用力的企图，那是怎么样？
叫做全体透过。我们现在做到心，这个心的这个先天权的，它前面三条是无形无相，可以记到啊，无形无相。什么叫无形？大道无形。什么叫无相？也可以说你真心无相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全体透空？我告诉你啊，小子啊，你看，你等人家力量来的时候，你要全体透空，对吗？哦，我先说一个不对，再来说。全体透空，我是根本没有我的存在，我没有我的存在，也没有他们存在在这个时候。喂，那怎么叫存在？好，他手一来，你有观念，只要搭上有企图的，多算着相，叫启示，了解吗？你有启示的作用，就有实相。因为你到真心的时候，它是属于如如不动的状态。什么叫如如不动？如如不动不是不动哦，如如不动是不来不去哦。他说怎么说？心经里面讲，它好像一个盘子里面放那个很圆很圆那个珠子，我们拿个总成的好了，那个珠子。哎，好，你放在那边，你好像看它在定的，它又在走。你看见哎，来来，我说你有看到啊？但它没有动，那叫做。如如不动，不是那边弄了那边不动的哦，不是哦。如如不动的意思就是，好像这个珠子又想滚，又像滚来滚去在滚。你再看看它又没有，它又像。不要用珠子啊，珠子是不圆。听懂意思吗？啊，硬不硬？对不对？你全体透空的，它也无形，大道无形，就是为什么？你所说的是空的东西，我还要在意我吗？我就没有相，那是大前提。那后面才应物质啊，物质是这样，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啊，他打你呢，你说我要这样走吗？还要这样走吗？还要这样走吗？我都不需要你，那我最方便，我就这样。有用啊？哎，我要刻意一点就没有用了。因为来龙去脉你就懂，我讲这些，我告诉你，你马上升等了。哎，你到所有一个公园去看看，你就会，就是说，这是怎么推手是这样推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我们老祖宗讲的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么来哟，对，哦，这样，哦，要这样，哦，要这样，你这个状况，哦，这样，哦，这样，这个，那个像太多了嘛。对不对？你这个用跟体是分开的，懂不懂？体跟用是结合一的，叫一如。哎，讲到一如又归佛家，听懂没？你不要以为你打拳就是不在练，打拳就是在练，推手也在练，那才能讲哦。打拳是打拳，推手是推手。所以为什么我常年叫我们学，我教过的学生不要去跟人家斗，斗狠你就有目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好胜心的嘛。我看快哥都比较大，虽然年纪大一点，他们的斤两怎么不是我对手呢？对不对？先要衡量啊，要跟人家竞争，不要有竞争心。那个不是我说的，张三丰早就说了。